我擦，这游戏才刚开始吧，上路的小弟就已经暴打送出了一血，还他妈防御塔奔死。小弟，你他妈倒是对面猴子牵引来的吧？大哥，别激动啊。此时大哥安心的在中路补刀发育，上路的小弟貌似在为自己洗白而努力的战斗中。小弟擒住，哥哥来救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小弟你绝壁是被对面搜满了，说他们有什么条件也带大哥一个呗。大哥刚出场就看见小弟被一群抠脚大汉追上，小弟你先撤，有哥哥给你断后啊。妥妥的呀，大哥你小心点呐。敌方奥斯卡像嗑了药一样的对着残疾的小弟穷追不舍，大哥毫不示弱的紧跟其后。小弟当心啊，只见敌方奥斯卡一招闪电大哥说好的断后呢，貌似这情况不妙啊，还是赶紧撤。大哥一招长枪之势，妥妥逃回台下。想杀我，早点回家练两年吧。大哥你太坑爹了。话说大哥昨天偷了隔壁老王家的咸猪肉，被老王雇来的打手一顿狂揍，只能慌于逃命。看那气势汹汹的德古拉和法鲁克对着大哥围追堵截，丝毫没有松懈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小弟来得真巧，这回哥哥翻身了吧？跟上，咱们撸翻他们！话还没说完，小弟吓得早已逃跑，大哥瞬间被三人围殴。正当大哥奋力脱逃，以为可以回家泡温泉的时候，哈哈，你又上镜了，那么就趁此机会展现一下什么叫自信回头。大哥你别说草丛啊。大哥慢悠悠的朝前方走去，偶遇草丛轮，草丛轮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跳起来忧郁的华尔兹，毕竟是个对手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终于亚瑟王还是轻而易举发型，一招晴天霹雳，华丽的摆了一个 pose， 接着又是一招晴天霹雳。大哥你就别去送人头了好吧。